水、氯化钠固体、量筒、烧杯、玻璃棒、脚池。大家看，实验怎么操作？在烧杯中加入20毫升水，下面加入事先称量好的5克氯化钠，用玻璃棒搅动，促使氯化钠溶解。大家看到，氯化钠逐渐溶解。好，全部溶解了。我们再加入5克氯化钠，继续搅动。大家看，氯化钠还能全部溶解吗？没有全部溶解。我们再加入20毫升水，再搅动。大家观察，原来剩余的氯化钠